哎哎，这衣服真好看呢。哎，我问啊，你听这声音底气多足，回来了，看总共这姿势跟踩电门似的。什么叫很成功？那是相当成功啊。那真是锣鼓喧天，刀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这是真的啊！我一进去啊，结果鸦雀无声啊，全场啊！我瞧瞧，就像走在奥斯卡红地毯上，我冲他们招手。奥斯卡没有群众演员奖。哎，我演太好了啊，给导演都给震了。是吗？真的，一边过呀。哎，我的衣服为什么那么大啊？导演送给我的，当时他一激动，把衣服都脱了给我了。哎呀，不错。他当时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：“小伙子，啊，真棒，演得真好，来，衣服拿去。快来来来，赶紧吃饭吧。看看妈给做的。吃饭不用紧，来，我这里有500元。小雨，这是你的。真的？不用汇报，没有规定，没有附加条件，完全独立自主。小雪，这是你的。哟，我也有啊，真不好意思啊。你可千万别不好意思啊。嗯，昨天要不是你啊，你帮着我，我根本就不会一条裹。昨天你忘了，你启发我，跟我讲怎么演啊，今天一条过呀，我得感谢你啊。哎呦，我发现这孩子真得出去见世面啊，有了自信，就好像一下就长大了，就懂事儿了。是啊，妈啊，这张是您的。哟，是我的呢。妈，我平时老管您要钱，惹您生气。哎呀，今天总算体会到您老说的那句话了，赚钱不容易啊。叫声妈就赚500块钱，这还不容易啊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叫声妈是容易，可是我喊的啊，满眼冒金星，我都快晕了。我一转头，我就想起我妈了。哎呀，妈呀，您这些年呀为我操劳，看看都老了。所以，我命令您拿着100块钱买一个国产化妆品，我刷大钱了，再让您享用进口。好，这孩子啊！哎呀，刘星不错啊，都知道孝敬妈了，真是长大了。爸，啊，这是您的。哟，还有我的呢。这已经不单单是钱了。我知道，这是你的一片心，而且是红心。嗯。爸，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爸，但是你比我的亲爸还要亲。嗯。你已经不单单是我的父亲了。咱俩就像好哥们好兄弟一样。嗯，我非常的爱您，跟您在一起非常的幸福。这我确实深有体会。那剩的那100块钱呢，是不是要留给自己啊？告诉你，这100块钱我一分都不会动。啊，上次我不是把咱们家猪布给烧了，嗯，我准备拿这100块钱买一块非常漂亮的猪布。行。哎哎，看见没有，看见刘星的进步了没有啊？他不光自己出去挣钱是吧，还把挣来的钱跟我们一块分享，分享快乐和幸福啊。接下来我准备过几天再挣1000块钱把咱们家这个餐桌给换了。上哪儿啊？因为今天我演得特别出色，特别好啊。所以导演跟我说，准备再给我加2场戏，演的再好的话再加2场，再加再加，所以我就会有不断的钱财入账，陆续把
咱们家的冰箱啊，还有微波炉，嗯，还有彩电，都给通通换掉，还有家具。